多人，那是十万的哈、哦。等一下那个标语你们看懂就好。然后我跟我老公的，我他捐了一对，我捐了两幅画，我没有要拿回去，只是捐给我们理事长，希望他能对我们的会还有我们这些弱势团体有所帮助。他们也真的是在行善哦。来，我们第一首歌的是《团扇舞曲》。
哦。其实眼座才真的这几首歌哈，还蛮应景的哈。就在我们翻开37页，还有4分钟，这个很好听。我们的副县长，漂亮的副县长已经来到现场了，在那边。我们请副县长看要不要先跟我们国乐讲一下话，不然等一下开幕的时候你们就走光了。副县长，赶快先来跟我们致辞一下。没有关系，那您等一下，他们参演这个小时走了。我能有行吗？有行哈，嘿，我们以前在公所的时候，国科公所的时候，嘿呀，那么讲哈。又一些乡长，嘿，班学长，嘿，金赞，嘿。我以前在街道送小朋友，我理事长拍摄，拍摄，哇，董爱士哈，因为今天的日子实在太好了，等级波来个过意不去啦，哎，所以因为等一下都是在海套的行程，所以我就想说哈，所以看炸的戏哈，哎，还是一定要到，哎，啊，祝我们今天的这个演出哈，哎，我们这个硬笔书画协会哦，由我们哦光昌国乐社哈，哎，请这样哈，那个艺文的味道哈。破百，谢谢大家。每一次哈，上次在南丽的成年礼也是真哈，也是啊，哇，就是那种成年礼的活动，若少了我们光昌国乐社的，干嘛呢？就不毕业了。嘿，谢谢大家哈。啊，然后国庆烟火比婚礼吗？嘿，10月10号啊，大家哈，小酒小穿，我不知道你在各自的征讨来在看会到无？如果可以，就在各自的征讨来看。啊，那无哈，就是带来哈，咱的高铁特定区哦，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谢谢哦，祝福大家，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我的偶像副县长，来，现在转头，因为他刚才照不光，对，这里要我们以国乐当背景，对，这样漂亮，照起来就不一样，特，安尼感觉，对啊，可以啊，没关系，赞！光昌国乐团赞！等一下，看我这里。这样以国乐当背景就好了，我没有关系，我就是要照他们的，就是以他们这样才会打声啦，不都要选最声。啊，你来啦，你来，好，一个认真帮你拍就好。来啦，你好。来，3、2、1，赞！再上3、2、1，赞 ！OK。谢谢，因为咱吃这位谢谢啦。谢谢
第二次香莲堂，不站。
田野中，有一天我的梦想就是回到我以前的故乡水队国小那边，像我的画作一样坐在田埂中间撑一把伞，跟我的老公在那边你弹我唱。稻米是我们的背景，小鸟是我们的和声，多好，好，有梦最美，如梦踏实。65页。
六十五页。我唱歌了团长要看这边哦，团长，喂，来，戴眼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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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光参国乐团站站，站，好，再一张哦，一二三，耶，耶，好，谢谢我们的。严小姐是以后我们的议员，在立委，那我的那个都是一语成真的，好、哦啊，真的啊，算总统你敢不敢讲？你跟我们家讲，啊，希望他们可以做到立委，好、啊，这样为乡民服务就够了。人生有这样的机遇，真的是一辈子都忘不了啊！年轻。
上次去嘉义就是。哦，梅林。好，我叫宋，宋宋宋。我就是我在请另外一支当老师。早上早上，所以帮理事长带时间哦，工作带行时间这样。最近刚好有在规划跟相关的一些，我有他的。我陪你上点肩呢。做。我这里几年，我这里几年。来，早上来。最近就是我。都在做规划。我们欢迎那个泽业，他这个是好，可以，你收到我可以拿给你。对，那有机会可以帮你做一些分析。对，至少我们讲出来就是第一个。Yeah.
113年云林县正大艺文学会会员展暨公益关怀弱势团体活动。活动开始之前，我来介绍今天的长官贵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副县长，他刚才我们谢淑远副县长他有来到现场，已经离开了，他还有很多的行程，好，我在这儿谢谢他。接下来我们由我们的签到这样子一系列介绍下来啊，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主人，我们云林县县议员严忠义严议员，他是我的偶像。好，我们养殖协会理事长林辉辉林理事长。好，简讯时报记者肖永元先生。三位理事长张瑞汉张理事长。好，我们恩土沟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谢昌业。大家早安。好，我们屏风艺术学会理事长冯正煌先生。我们理事长都是年轻的哈。清溪公关活动长黄朝聪先生。大家好。免税学会理事长包一倩包理事长。商品收寄公司总经理潘学辉潘总经理。云科大汉学手教授王世豪王教授。欢迎大家好。好，再来我郑重来介绍我们的理事长，我们云林正大理事长，我们的财政权理事长，我们介绍的理事长先来致辞啊，我们理事长来致辞，以后再邀请我们长官贵宾来致辞。首先先感谢我们严议员提供这么好有气氛的这么展览场所，我们正大艺文协会今天来这边呢展出我们的会员作品，尤其也感谢我们光山国乐社8点钟就到现场演奏了，借大家贵宾的掌声，我来感谢我们光山国乐团。黄灯是我的堂弟黄，灯是黄。这边先请那个团长啊，现在你那个感谢状一下吧。来，团长，来你感谢状。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参加这个盛会。好，我们理事长，好，还没讲完。严议员，各位来宾，大家好。好。再次感谢严议员对我们正大艺文协会的那个支持，那个鼓励，我们正大协会，几年来挥舞着推动，很帮忙哈，无论经济作为个体，集中哈，如果回归推动和平，如果活动呢，拢真帮忙，议员对政策的帮忙啊，而且呢，真感谢议员的支持。现在拍拖了，就等于我们
你这一期怎么给我们讲的给那朋友关我给我们讲的能引导大家大会在座来宾能够感觉不好这一首歌你要多的不摸着跟春天的活动跟那些家春天来带动你玩玩在地方玩家被救过了一来就把主播的歌也在这里放在玩的过来是这样的帮着各位来宾的您记住我现在第一次来家办这个展览，你说当然都工业化当然的啊，工业化，用规划社会利益目的，我们不来主动，是人合法，再把这主动的语气，大家来抓到，大家来带动气氛呢。希望哈，刚才各位也联系到了哈，希望有天那里供给我那里一万那个地主进去。
感谢今仔日的书记吼，咱真书主任。啊，咱最主要吼，今仔日咱的主办单位，咱陈良全理事长，还有另有咱的民工协会，咱洪理事长、养殖协会咱林理事长、美术协会咱包一切理事长，各关文书工吼，阮的主任委员，咱的谢昌业，啊，各现场。我的书法指导老师啦吼，咱黄登志老师，这句话咱陈理事长有特别介绍，啊，佮咱在场有足侪艺文界即前辈，佮今仔日咱上届辛苦吼，咱上届邀请咱即个由咱黄团长带领的即光山国乐社的所有即成员，佮记者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大家好。首先哦，伫这个特别的日子啦吼，咱理事长吼，敢若会晓看面，所以特别吼，今日这个今仔日九月二八来举办咱这个政大吼艺文协会咱的会员联展吼，伫今仔日来举行，所以终于吼。嘛，伫只特别啦吼，即、這个借着咱教师节即个日子，伫只祝福今仔日在场的所有只教师，啊，所有贵宾吼，对着长期即个教育的即个服务甲贡献，伫只祝福恁教师节快乐，家庭拢会当幸福美满。啊，另外吼，嘛特别。即、这个感谢我代表咱即个黄登志老师吼，伊一路以来致力咧甲咱推动协助，即会当造就今仔日咱文主公有一个恩主公艺文学院，所以我即马嘛是现任的即个恩主公艺文学院的院长，所以今仔日我代表院长的即个身份啦吼，啊嘛代表阮文主关心佩君。诶，即个致意吼，啊，特别来感谢咱陈永仁理事长，遮尼用心啊，对着即个艺术文化诶，即个支持甲推动，会当吼，互咱诶即个硬笔字，甲相关今仔日诶即个国画、书画、甲油画吼，诶，三十几件作品吼，会当伫咱九月一号如期吼。在咱恩主公艺文学院隆重展出，所以今天来举办这个这么有意义的关怀弱势公益活动吼，相信这嘛有呼应啦吼。阮恩主公关心百官，守护中华文化，扶弱济困的这个精神理念，所以是咪爱借用大家掌声。来甲咱陈永全理事长、甲政大艺术协会的所有即个学员掌声鼓励。啊，当然啦，嘛感谢比如有恁啦吼，即个大伙伴的即个艺术学院的即个艺文走廊吼，即个展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体验，爱大伙社会各界吼。啊，予咱各界诶，各艺文界对着咱文主公吼诶所设置的相关的这个教育跟文化传承吼，拢得到相对的认同。当然，阮登基以来，阮是以文主公关心百官的这个名义，咱甲县政府成立一个文主公慈善会。平时阮有咧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急难救助跟丧葬补助关怀老人的相关业务，后来哦，因为得到恩主哦感召，啊，也当来引进关黄登志老师，搁咱艺术文化界相关一挂前辈，也当来甲咱领导，啊，买单愿意来甲咱协助咱文主公。推动即个艺术文化各项教育甲产业，予咱文主公即马伫即个咱的在地
啊，受到咱艺术文化界跟各级长官的这个肯定，啊嘛，陆续都有做一些相关的指导跟支持。啊，希望未来啊吼，咱伫遮嘛特别呼应，就是会当借着陈理事长伊个这个抛砖引玉，未来嘛希望吼，咱各界的这个贤达会当阁继续来甲咱支持。把咱文主公主神会会当真正依循吼，咱文主关心地阮中孝节义三纲仁义礼智信五常德的这个精神，唔呐会当来提升品德教育以外，我相信借着咱的艺术文化的这个熏陶，相信这个社会未来嘛必定会当搁较祥和，国家嘛绝对会当搁较安定，所以今仔日有恁的大家支持跟努力，相信未来哦，咱的社会、咱的家庭，拢会当稳稳、健康、平安、快乐，你讲好无？好，对啊。以上今仔日的这个会联展、甲关怀、这个公益义卖活动，会当圆满成功，感谢大家，谢谢。
陶尼雅雅斯林坤辉，雅斯是个人活动，雅斯是个人活动，日志方，方会都在方会，这雅斯协会啊，拿酒，右边是黄仲宏，平哦，黄仲宏，看仲字的仲，我是方会，平方。什么意思？就是平平东的平哦，平水江的平，平水江的平。啊，谢谢。好，谢谢。谢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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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在座委员会的市长哦，啊，在座的各位贵宾大家好。那今天很高兴来参加今天这个参与活动。那很高兴的，那早上过来看到这边的展览，就觉得心情很愉快。就是这个场地呢，觉得环境很好。那么如果可以在这边展览的话，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知道，我们艺术就是要生活化。我们把我们看展，或者说参加展览一些活动的话，来常参加展览，也可以让我们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然后让艺术融入生活。那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子，跟包括我自己一样，就要慢慢来做到生活一些美好。那么今天在这边，那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那顺利圆满，成功，谢谢各位，谢谢王董事长，谢谢您。补充介绍一下哈，大卫记者哈，中澳联播的特派员啊，这一位主持人在头报特派提出一位建立特派哈。还有我们洪理事长、林理事长以及谢主委，还有黄理事长，还有各位艺文界的先进，大家早安。首先我非常感谢，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严议员，一直以来对我们艺文界还有我们社会团体，
都有发挥爱心，还有积极的推动。当然，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呢，万盛地区呢是一个阳光的象征，也是社会安居的理念。可是呢，在我们艺术界来说，真善美也是社会安定的力量，而其中真跟善呢，必须要由美丽的来完成，也就是它是最后的一个力量。在这个场域里面呢，我可以充分感受到呢，一种磁场，那就是呢，阳刚以及呢艺术的氛围呢带来的一种安定的一种力量。好，让我们呢这个社会呢，除了艺文的气息，还有呢一些不好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穿插在中间之外，我们的内心呢还是很平静。都放开，到战争，氛围没那么重。小事情快。到北部国务纪念馆来做那个感恩的，搞奖项的那个展览。高级分享公规定不高奖，你还要高奖，那不好，真的不高奖，特别提。现场来感受一下艺术跟时尚结合起来的那种氛围。好，然后呢现在紧接着呢，我们现在正在筹划，就是我们云县美术协会跟艺游雅集好联合作品义卖活动。好，希望呢大家各位先进各位来宾，然后能够共襄盛举。好，能够共襄盛举，我们呢会将三团呢捐助给我们的弱势团体，这样子。好，谢谢您哦，谢谢。欢迎欢迎哦，主任委员谢昌业了哦，那今天非常欢迎哦，那正大哦。来这样把这个慈善系列的活动啊吼，啊你这样嘛，代表咱文殊公主协会欢迎大家大驾光临吼，啊这样嘛这样吼，咱啊叫咱这活动啊，咱顺利圆满吼，啊现场来宾加入力挽狂澜，谢谢。谢谢谢主任，谢谢谢谢你好，谢谢你。各位还有就这里吼，刚才那国乐团啊。背调的来演奏，这样的吼，怎么讲？这个，对吧？
这个张立伟，我这个告明嘛，是不？这可能出现哦。一旦进去。啊，那个聊天啊，理事长，你先坐一下，让我讲一下。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联谊员哦，他们恩主公慈善会真的有在做事。今天我们把所得的一半以上捐助给我们恩主公啊，他们是扶弱济贫。这个活动在很久以前，很多年之前，他就在做这个活动啊。真的是送很多米啦、油啦，给那些比较贫穷的哈，这是我看到的，我就是很感恩在心。所以我今天也捐了我的画作，全额捐赠哈。然后我们的林理事长前面这两个没有标价哈，他是义卖是水洗，跟我们林兄一样水洗啊。他说做公益就没有什么标价的问题，他就说大家水洗就是做公益。那我们今天真的把所得一半以上都捐给我们的恩主公慈善会，让他们做好事，发扬光大啊！希望大家等一下共襄盛举。那我们的贵宾也就要来到了啊！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理事长哈，他虽然口齿没有清晰，但是他像陀螺般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哈。公姐，你讲个阶段没关系，让他先做，你再请他。继续讲。所以我就说我们的理事长哈，我们政大医学院的理事长，我就说了，好嘞，来，掌声欢迎恭喜我们的理事长，请邀约我们长官贵宾致辞。是我们浊水溪未来的理事长包一豪理事长先叫你先久哈，那未来的就是下一任的理事长就是非常默许了，你们可以来挥手这里，口罩拿下来大家认识一下，这是我们下一届浊水溪的理事长。大家好，大家好，我也是我们的理事长，对，他是我们的理事长，不要紧张，谢谢谢谢，欢迎大家，也是我们最大一位理事长但是你是好请邀约大家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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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理事长和黄老师，还有包括我们的林理事长，还有我们的洪理事长，还有我们恩主公管理委员会的谢主任委员，跟我们的何总干事，跟我们政大艺文协会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还有我们的有我们国乐团的团长。其实也跟我们陈理事长非常有缘哦，他每一年的活动哦，我们几乎不管是我们的张立善县长或者是嘉俊哦，我们都持续的来支持，然后来一起推动。那大家有好奇说，哎，阿爸听讲哦，龚秀比较的龚秀英讲读册，啊，政大是啥物时阵读的？政大是博士班的时候念的，我回来的时候考了，那时候呢，我去考台大没有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大是中文做题，而我中文没有那么好。然后呢，我就想说，哎呀，过一年我的我去考政大好了。政大是英文做题，我读的那个国家发展研究所是英文做题。大家猜猜看，我有没有上？有啦，就是榜首哦，第一名哦。所以哦，这个实在是哦，中文真的是博大精深，还是要好好学啦。那我在这里哦，非常感谢我们的陈理事长，还有我们这个联众议员哦，一直对于我们这个
文化的推广，对于艺术的推广哦，这么努力，那当然还有我们云林县哦，有这么多的老师，大家都愿意为艺术来付出。其实哦，我一直觉得说，我们的心哦，要快乐，真的要从欣赏美开始，然后时时怀有诗心。作诗的心啊，哦，就是能够心有余裕的看路边的小花小草哦，不管工作多么的忙碌，然后事情多么的繁杂哦，都可以有一点点这种余裕欢喜的心，就是艺术带来给我们的。所以哦，我们真的要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们，不管是音乐也好，不管是画画也好，不管是书法也好，甚至我们的雅石哦，这些都是欣赏我们身边美好事物的，就是不同的面向。所以我也很高兴，我从小也是画画，我也非常喜欢画画。然后一直在英国的时候，我高中是这个保送哦，保送那个牛津古典美术系，还有那个圣马丁的设计系。可惜呢，那个时代哦，那是一零三，准备零三大家紧啊。那时代，我父母亲可能比较不理解美术系的这个优越，他说啊，我给你栽培，你要读美术系哦。我说好啦，啊，我来读气管科啊。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转折，所以我很羡慕大家，就是能够一路在艺术追求的这条路上持续的努力，然后真的是活到老，然后做到老，然后画到老，或者是写到老，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哦，祝福今天的这个活动能够圆满顺利成功，也感谢大家的付出，希望我们云林县哦，在大家的努力之下，能够越来越充满艺术气息，而且也生活都越来越美。祝福大家，谢谢各位，谢谢。
当地人，我们现场来真好，是不是邀请现场秘书？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秘书啊，张宗秘书。家眷委员年轻有活力的哈，还有各位老师，大家早上好。因为我之前在农业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有比较没有那么热络，但是这个老师是艺术的所以我也是陈腾老师的学生呐，二九六高中陈腾老师，所以战战兢兢那启蒙兄弟也是我们现在斗六高中的理事长，我们校友会的理事长，所以在这里也就今天政大这个艺文学院的那个记者会还有我们的开幕能够那个典礼能够顺利圆满成功啊，也预祝各位都能够很健康很平安，然后艺术是无价的，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正大英文协会，正子宫慈善会，正大英文协会，那个小朋友正大声。理事长，我们有这么多的面试，
谢谢我们的何总干事，谢谢你。两位女士。
他的文化作品一共八件，我们地方艺术馆老师，这个是我们秀丽老师的作品，那是2万，好，这个是我们祝武老师的作品8000，好，再来那个新金哈，那个新金还是拿一下哈，他们要卖36000，是我们的陈淑敏陈老师的哈，好，那我们这里随喜的就是还有两幅大饼画，还有那个吴培基老师的，还有这里徐教授的，都是随喜，其他的有标价在下面的哈，请大家自行参观，而且走。好，谢谢。